老远就闻到你身上的香味了，既然来了，就乖乖留下做本王的女人，让你的恶难毒体为本王生出最完美、血统最纯正的后代。我来此处，只是想向你讨要一物。只要你做本王的女人，本王什么都给你。还是先将你的魔盒交给我吧。若是换做别人敢在本王面前说这番话，你成死尸了。但谁让本王对你如此着迷，这冒犯之罪就让你旁边那个男人来抵偿吧。小美人儿，这点进攻可奈何本王不得。不过你旁边这家伙我倒是小看了，还有更让你头痛的。这天毒血龙兽果然有两把刷子，不过我会好好招待他的。不管你们今天为何来这里，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下吧。只要来到这片区域，你们的生死将由本王主宰。这家伙果然有底牌。小心，这些全是洛神剑的毒兽。